导致不认真刷牙，早上起床后把花朵都熏晕了，各种细菌在打架。被熏绿了的佩奇让乔治去刷牙，但是刷牙一点用也没有。乔治打算去看医生，小丑医生也被乔治熏绿了，连忙去戴上了口罩。医生给乔治治疗了起来，但是细菌太厉害了。医生使出了浑身解数，还是没有办法消灭细菌。医生把小美护士变小了100倍。小美护士打败了细菌，并且帮助乔治清洁了牙齿。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刷牙。